来，稍微中间，中间，我们这边。上下退一点。来，稍微这里哦。来这边这里。帮我看这里，这里，谢谢。可以先帮我们讲一下这一次策展怎么弄的，然后可以找到这么多艺人还有美女艺术家一起。我刚刚说了，我认识很多这个我们圈内的嘛，然后我觉得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的成熟了，可以就是公开的展览了。那他们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这都是我心血啊画出来的宝贝啊，那个展览万一人家买去了怎么办？我就鼓励他们，我说你们的画有一天啊挂在各家各户墙上，那才是你们的成就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挂在自己家里是没有用的，孤芳自赏，要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你们的作品。然后你退出了演艺的工作之外呢，在另外一个艺术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以后在家里面画画还可以这个赚一些零用钱，对不对？多好啊！